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啊，北京的观众是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我是民进火拍的主持人陈小平。最近啊，就是有一些新动态，就为习近平先生进行辩护，因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啊，有些人就批评习近平先生放弃了邓小平当初的韬光养晦，以至于把中美关系的一手好牌打成了如今的一副烂牌。也有人出来说呢，习近平先生没有改变这个当初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的这种啊对外战略。到底习近平先生有没有放弃韬光养晦？今天这个话题呢，啊，是我们的嘉宾和我要讨论的问题。现在请我们的导播将嘉宾请进来。张博树先生你好。小平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从川普上台开始，你就在讲中美苏三国博弈啊，所以说您对，对啊，您对这问题就一直在关注。那么现在呢啊，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您和您当初的预期分析是吻合还是矛盾？啊，我当然是说这是吻合的，嗯，对吧？不是说自我辩护，而是说呢，有根据的，有根据，嗯。哎，您老金刚才不是讲吗？是吧？这个现在有人说了，说习近平重新回到韬光养晦，是吧？特别是最近中美贸易战打响，嗯啊，中国好像有点要认怂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我的判断的话呢，不大一样。我的感觉是这样，嗯，如果从整体的这个战略态势来看，嗯，啊，中国啊，中国啊，或者党国或者习近平，他的总的一个战略态势，嗯，还是一个进攻的态势。进攻，嗯，还是个进攻的态势。当然，进攻不意味着说他在所有的方面啊，全都是一种主动出击。有些东西的话，战术层面他会做些调整，啊，或者说啊，做些妥协，这都完全可以想象。当然我们都没打过仗，但是我们也看过大量的这方面的材料，啊，那么就当今的党国来讲，我觉得，习的总。态势还是一个战略上的进攻的态势，因为我们在考虑像中国和美国啊，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把俄国也加进来啊，我们在考虑这些个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的时候，要有一个全局概念，啊，就是有一个大盘子的概念啊，这就是双方在对弈嘛，啊，在下棋嘛，对不对？啊，下棋的时候的话，有时候是吧，我们下象棋丢卒保车这种事儿常有的事儿，啊。那就要看这个你的这个总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吧？在一个大的棋局里边的话，有主要目标，有次要目标，那你就要分析了。比如说对习近平来讲，什么是他今天的主要的目标，而且是战略性的，啊，什么是他的次要目标，啊，什么可能根本就不是他的目标，但是是这个为了应对，啊，他不得不这个去啊拿出一副姿态来，啊，或者是战术上的调整。啊，或者是战术上的反击，这个我们需要分析。那比如说当下贸易战，啊，贸易战谁打起来呢？谁是主动的呢？哎，现在是川普是主动的，啊，川普总觉得不公平吧，对不对？啊，你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好家伙，这个美国逆差这么大，啊，哎，两边的话，这个说起来的话，这个中国出超一下是3700多亿美元，对吧？那当然，对川普来讲，他认为这个贸易很公平，而且他总是要指责他的前任总统，是吧？说你们都是废物点心，是吧？你们都是傻瓜蛋，是吧？你们这个在和中国的贸易当中，怎么让中国人占这么多便宜啊？哎，他会这，所以他现在的话呢，他要全力以赴的，是吧？他要打贸易战，啊，当然说这贸易战打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地步，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分析，啊，川普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把中国打趴下为止？我也不怎么看。更何况今天川普他呢不光是在和中国，和他的盟友也在打，和欧盟也在打，
和加拿大也在打，对吧？那你就看得出来，是吧？这个川普的话是有他的一套算盘的，是有他的一套逻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贸易战这件事儿，中国不是主动挑起，啊，中国现在是在应战，应该是这么个关系。啊，这本来不是习近平的战略目标。啊，习近平没想和美国打贸易战，没想跟美国打贸易战。问题，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正好前两天。Yeah. 中国研究院开了一个贸易战中的非贸易战啊 ，OK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两天啊，正好啊，就是一边在说习近平啊，他不会放弃韬光养晦，是吧？但是美国这边啊，有几个重头的人物的重头文章呢，就不断的在说习近平啊，跟你说的是进攻态势的外交啊。一个呢哈，顺便我再两个，一个是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丹马克表示，习近平在谋求自身利益上更加激进，中国感觉更加自信和强大，更愿意接受与美国的摩擦和紧张关系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啊，战略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茨，他说呢，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在为此努力啊。所以说这个，当然了，这个川普先生说你中国赚了我那么多钱，这个游戏太不公平了，我现在我得把钱找回来啊。他跟中国是这样啊，他也没有说你是想取代我美国，是吧？所以人们就一直在说这个川普这个到底是个商人只做生意，剪点羊毛回家算了，还是真的就是像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似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头号对头，头号敌人中国啊，而贸易战只是我收拾你中国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个问题从贸易战开始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辩论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局呢仍然是川普现在没有揭开，但是呢别的迹象在显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战，是吧？它是一个综合游戏。本来是这个，你看这个朝鲜的问题，川普高兴回来了，哎，转下飞机上，我从任何时候世界没有像现在如此的和平，是不是啊？马上这个朝鲜那边这次他的国务卿过去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那么中国在里面是什么角色呢？他又川普又开始怀疑中国在搞鬼了。这事儿是不这么说啊？嗯，接着你老兄的话说，嗯，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对美国这一方面啊，这个他的一个总体判断问题。川普并不完全代表美国，虽然他是美国，这是我的观点啊。啊，好，对，就是说呢，美国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处在分裂状态。啊，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话，现在也并不统一，啊，也并不均衡，啊，或者说呢，美国总统所发出的声音和美国国会要干的事儿，啊，在很多场合不一定是一致的。啊，你比如说，我说到这个川普，是吧？川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那包括和中国的贸易战，也包括和欧洲的贸易战，啊，当然比较简单的分析的话呢，那么他是个商人，啊，哎，他确实是个商人，啊，作为商人他很精明，但是呢，当处理国际政治的时候，这不是说光算经济战能够解决的，这大概是川普的一个问题。他现在无论是和中国打贸易战，还是和欧洲打贸易战，还是和这个加拿大，是吧？但他现在不是很有可能他要退出北美经济贸易协定，啊，甚至他还要退出 WTO， 啊，因为他总觉得这些场合对美国不公平。哎，那么这个时候他在算计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表达出的是一个商人的思路，这是一个方面啊。当然，如果你只这么看川普，那也把问题简单化，因为川普毕竟呢，他在国内他还要面临着美国国内的很多压力。啊，比如说马上要进行这个中期选举了，啊，美国国会要改选，那川普所在的这个共和党能不能在中期选举当中获胜，
如果获胜的话，对美这个川普的继续执政肯定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最近他不是到处跑吗？他也在帮助一些个各个州的一些个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在助选，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他呢，他现在执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有他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更何况啊，咱们再说的深入一点，川普在国内还有麻烦，他那个通俄门调查现在并没有结束。啊，这件事儿的话呢，对他来讲，他仍然是一个顶在头上的一个雷。好像我记得前两天这个美国这个跨党派这个委员会是吧？这个参院的，好像已经有个结论，就是认定俄罗斯确实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事，而且就是要帮助川普上位。川普个人当然一直在否定这件事儿，但是你否定没用，对吧？人家有材料有证据，这对老川普来讲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他为了摆脱啊，由于这些因素给他带来的不利的那些个东西，啊，那些不利的啊那些个情境，所以他要在外交上干出一种漂亮活来。哎，他当然他也要考虑对他的选民，他要做出承诺。啊，他既然做出承诺，他还要兑现承诺。所以这就是他最近的话呢，连续在外交上干了几手活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贸易战是一块，啊，贸易战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 ，America First。对吧？我是说到做到，对不对？尽管他这个贸易战说老实话，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很多地方很无彩，他未必真能把别人打得怎么样，他把自己倒给伤了，这个这是一个事儿啊。我们现在就不分析他。那么他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北朝鲜为什么气白白的非要和这个金三去见面呢？按理说，按照正常的这个外交动作来讲，啊，老川普这次这个6月12号见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这件事做的是很仓促，基本上叫做不符合外交常规，啊，但是他为什么稀里急里白脚要去见呢？而且大家也看出来了，啊，他最后搞的那么一个叫做共同宣言，实际上是个很空洞的东西，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是川普一定要去。而且到现在为止，他在讲哇，我这个见面很成功，是吧？这个金正恩吧，委员长也很尊重我们，是吧？这个好像意思是他相信，那这个朝鲜的无核化一定会继续下去。尽管啊，他见了金三以后没多长时间，啊，那么就有媒体披露，啊，朝鲜的核设施仍然在继续建设。啊，川普这些东西搁在一边，我不管，啊，我只谈我的。所以你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他之所以在外交上频频做出这些动作，当然还有动作啊，除了我刚才说的以外，是吧？他把这个和伊朗原来的核协议，他帮他废除了，我不干了，是吧？做出这些动作的话呢，我觉得感觉的话呢，其实他的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他要给他自己的话呢，在国内的选民面前拿到更多的分数，是吧？既帮助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同时也为他两年以后他要连任来创造条件，这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来讲川普所考虑的。所以正因为如此的话呢，那么他打出的这些外交牌啊，尽管按照常规来讲未必是经过深思熟虑，也未必真的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是反正老川普就这么玩了，就这么干，这是一块啊，咱们就分析是吧？从美国国会角度来讲未必是这样子。再比如说刚才你老兄提到说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去年年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的，而且首次非常明确的表示。啊，当然川普今年年初的这个总统国情咨文也是这么讲的，但是那个国情咨文这种讲法未必代表川普本人的意愿，啊，那是他的一个工作班子才考虑的，当然他要符合美国的整体上的大家的。那按照这么一个思路来看的话呢，美国现在倒是这样子，是吧？从他的国会啊、知识界、这个政界，许许多多应该算是比较清醒的人，现在已经看到了，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真的是正在不单在崛起，而且对美国啊，这个一个非常明确的是吧？清醒的认知，说老实话，半年以前啊，就是说截止到2017年年底以前，我们还看。你记得不记得咱俩去年年初的时候做节目，
咱们就谈这个整个中美关系的态势。那个时候当然我自己的看法，我就是觉得美国人现在没有清晰的意识到红色帝国崛起，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啊，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带有这个半合作是吧，当然半是竞争对手这么一个性质啊。他们过去呢长期认为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要远高于中国威胁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把这个顺序变了啊，中国是第一威胁，俄罗斯是第二威胁啊。当然再往前说的话呢，美国人甚至根本就没有把中俄战略国家视为啊，因为在前此20年的话呢，自从911事件以后，美国他的主要他认为对他的国家的安全的威胁是来自，所以他才要这个不但收拾本兰登啊，而且要出兵阿富汗啊，甚至要占领伊拉克，要推翻萨达姆。他的战略目标的话，本来是想肃清恐怖主义。虽然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他给他自己找了很多麻烦，对吧？因为你推翻伊拉克了，你推翻萨达姆没关系，是吧？那你怎么弄下边怎么办呢？对吧？你把一个军事强人给干倒了，这个社会整个乱了，所以美国自然就会接上一个任务，就是你还要帮助当地恢复秩序，要重建政权，要重建一个这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吧？甚至要建设一个民主政体。美国人过去的话呢，一直也是在这方面自命他有这个这样一个责任。但是事实上证明，过去20年，啊，美国这方面努力没少努力，钱没少花，甚至美国大兵也死了一些人。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结果不理想，甚至是失败的。这是我怎么说，把话说的稍微远一点，就是他是把这个非传统性的威胁看作是美国首先要面对。那么直到2017年，也是去年的年底，来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报告，这才非常明确的谈到传统意义上的威胁现在重新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而这个传统威胁就指的来自大国的这种竞争的压力。当然这个大国首先指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应该说这是美国这个最近半年多以来在整体战略分析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啊。你老兄刚才提到的像这个 Brand 是吧，那个叫什么是吧，霍普金大学的对不对？他是最近连续写了一个系列文章，对吧？这个中国从军事上，从政治上，从意识形态上，现在要去取代美国这个成为世界中啊，他做了很多分析，美国之音最近对他有长篇专访啊。那你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这是属于是现在明白过来了啊，我们一些美国学者是吧，当然也包括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士啊。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些个认识不代表川普也这么认为。说老实话，我不认为川普有这种战略视角。你别看他是美国总统，川普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价值观的人啊。而现在的话呢，刚才我们说的就美国的这些个官方文件，包括最近学者发表的这些文章，这些观点，是吧？它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之间的博弈，而且同时包含的中美双方在这个价值观、在社会制度、在政权性质、在这些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这个博弈的包含的内容其实远比那个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认为在川普的他的那套考虑，他基本上他还是首先吧，他是一个杀人总统啊，其次呢，最多嘛，他是从地缘战略意义上来讲，他考虑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这么个状态。所以你看在很多的场合，他讲我威胁中心很好啊，是吧？他经常挂习近平，是吧？那小金三小胖子是吧，原来他倒是骂的那火箭人如何如何啊，见了一次面，哦，金三也好得不得了，是吧？他也关怀他的人民，他也如何如何，啊，他也愿让他的人民好，啊，你就说的话呢，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你老川普说的都什么呢？都是，啊，你就可以想象出来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川普的今天的状态，是吧？啊，他和中国打贸易战，我这么想啊，啊，并不具备我们某些朋友所说的哦，川普是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是代表了美国的一种这个新的一种全球战略和中国的一种全面这个对抗，是吧？甚至要
这个打下这个红色帝国的这样一个势头，好像是带有这么一种意思。这个逻辑，我不认为川普个人有这个，至少是不充分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别看现在打的好像那个已经开始了，是吧？340亿美元的这个25%的关税已经增加了，是吧？中国也做出反击了，是吧？川普也说了，还有160亿呢，我还要征你呢，再不然后还2000亿呢，是吧？再不然后还有5000亿呢，如何如何？哇，有些朋友就觉得这川普要动真格的了，这回一定把红色帝国打趴下。其实我看的是一厢情愿。第一嘛，川普不会真那么打，啊，现在这500亿，当然开头打，这是要打一打的，真的假的也得意思一下，也得比划比划，啊，但是是不是真要打到后边5000亿？因为毕竟川普是个商人，当然就要算账，当然就要做买卖，做买卖就有可以妥协的地方。更何况的话呢，现在如果我们仅就贸易战而言的话，那法国何等聪明啊！我跟你打没关系，是吧？我现在就是从拿你的农产品来刀，对不对？而农产品的话呢，在美国而言的话，很多农业州恰好是川普的票仓，我就拿你的票仓来刀，打我就打的你的疼。不说北京怎么搞，加拿大就这么打。我这两天看那个美国之音有个报道，是吧？加拿大也是这个，你不是跟我在征收关税吗？我也这么干，是吧？我也反制，我也反击。而且反击呢，我就找你那个在国会里边最敏感的那些人，啊，什么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那个领袖麦康奈尔啊，是吧？什么众议院的那个领袖叫什么这个保罗瑞恩呢，对吧？那这些人 ，OK， 你是哪个州的？是吧？保罗瑞恩，你不是威斯康星州的吗？好，就看你威斯康星州，你那生产什么东西，农业的，啊，我专门就把它列入就是这个清单，我就要扣除你的税，增加百分之二十。你看加拿大怎么干？北京干这种活，那就更是轻车熟路了。三整两整，是吧？现在我看着美国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农民就有点嗷嗷叫，是吧？农场主也在嗷嗷叫。我操，这么大的话闹了半天，那我这东西卖谁去？美国这个体制的话和中国不一样的就在于，他老百姓有的就说不大去。所以三整两整弄不好，川普自己是顶住。反正他呢，他的该做的姿态也做了。所以贸易战会比划比划，但是说会打到什么地方，打得天昏地黑，是吧？一个非得把另一个打趴下，那这是我的一个情况。好了，中国现在也在做很多事儿了。嗯，你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数落了这个川普啊，现在你该数落数落这个习近平了。啊，这个对，因为啊。你刚才已经提过，习近平是不想打贸易战的啊，现在是川普找习近平打啊。这个，那么呢，习近平先生呢，在整个的这个，现在不是正好习近平外交思想已经成型了啊，他的整个的这个外交战略呢，用你的话是进攻态势。那么很多人纳闷，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有些这个见外？中国和美国远不是对手，你怎么能够如此的进攻态势去玩一个国际外交呢？啊，这是不是习近平战略定位出了问题？如果是川普，是按照你话，川普叶先生啊，他是个商人，他要算细账啊。那么习近平先生他不是个商人，他是个政治家，他要算大账，他的大账是不是算错了？没有，习近平的账也没算错。没算错。不但没算错，人家算得很精明，很细致。哎，我这说话的话呢，在这儿这么说，可能不大符合我们海外这个广义民运圈里的政治正确。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学者嘛，我们总还是要根据事实说话，是吧？客观的来分析，对吧？啊，为什么说这个习近平总的账他也没算错，而且他的战略方向，总的这个战略目标很清晰。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习近平来讲，中美之间的博弈啊，他的首先一个目标是要解决台湾问题。我的判断，这是他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主攻目标啊。
当然南海也很重要。嗯，哎，简而言之的话，台海和与之相似、相配合的南海，这是这个习近平真正的主动，其他的都是配合，都是次要。为什么我说打贸易战？中国没打，北京没打算打，本来也是嘛，中国过去这个贸易它是占便宜的，它当然不愿意打，是吧？另外从它的整个这个战略的这个大的方向的这个选取上边，是吧？打贸易战对它也不合适。所以我的总的判断，既然说它的主攻方向是台湾，是南海，那么在其他方面，它完全可能对美国做出一些个战术性的，包括贸易战。无非就是给川普一些好处嘛，对不对？这商人之间做买卖，经济上算账，如果只算这个账的话，这不是他们好算。那就习近平来讲的话，主攻方向是台湾。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过去咱俩做节目好像也谈过不少次了，因为习近平嘛，这个人家说了是吧？人家现在这个，我记得是19大后边那个报告里边。他讲，他说未来是吧？这个中国有三大历史任务，啊，第一大的话呢，当然就是这个建成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啊，第二叫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啊，第三啊才是这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中国更快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大概是这么三个意思。OK， 那这个台湾问题当做这个三大使命之一，这个话不是随便讲。因为习呢，咱们这设身处地的站在习的他的那个位置上来想，他这辈子能够干成的最大的事儿，或者说所谓扬名青史的事儿，没有别的。啊，现在不是说了吗？说毛泽东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啊，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那么习呢，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强起来。这个三兜热的话，党国自身也是站起来。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叙事，啊，这不是原来毛的那套这个共产革命的叙事。但是这套叙事的话很清楚，就是习要干的事情，是吧？他如果真的和毛邓比肩，甚至超越毛邓的话，唯一现在毛邓没做到的事就是把台湾拿下，对不对？毛不是没想做，邓也不是不想做，但是当时没那条件。那今天的习的话呢？我们说的有这个条件的话，当然包含很多意思，啊，首先一个嘛，中国现在强大了，中国崛起了，啊，军事上也在迅速进步，对吧？啊，那说如果从纯粹的从军事手段这个角度来看，那现在解决台湾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美国的军事介入的话，那台海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现在非常清楚，那把台湾拿下不再好谈，这个大家都看到。啊，那当然，如果说美国介入，这就成为这个未来的台海冲突当中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悬念，美国会不会介入，对吧？那当然，我个人的判断，我仍然认为，啊，如果是老川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啊，在目前这个状态之下，假设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因为川普不会因为为了台湾这件事情真的和中国打一仗，这是我的一个判断。理由还在，就是说川普没有价值，而台湾问题很明显的是个价值问题。当然在地缘战略上面的话，台湾也很重要啊，这就是美国国会很多人一直在坚决支持台湾啊，美国军方很多人也强调台海和这个西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是不是意识到是不是认可这些东西，我抱怀疑态。这是我们要说的川普啊，现在还是反过来说习近平啊，习近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未来5到10年他大概他志在必得的。当然你刚才老兄问了说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整体力量对比，中国还是不行啊，对吧？那你中国这个时候的话，你跟美国人叫板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有点不自量力？这说法当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也听说过，但是这个问题要这么看，我觉得啊，如果从当下的
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整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啊，还有军事实力相比的话，当然中国还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毫无疑问。啊，虽然说中国的现在的 GDP 和美国之间差的不多，啊，美国大概就是这个现在就20万亿个的美元吧，啊 ，GDP 应该是，啊，中国现在大概12万个亿，是吧？它会达到13万亿，和美国的话还差1/3，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有人说了，说再过10年，中国的 GDP 不用说保持7%，保持5%，过10年它也会超过美国，啊，但它仍然是名义 GDP。不代表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国家的综合实力真的超越美国啊，尤其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比美国还是差的，这个要承认啊。军事力量也是如此，中国当然最近几年的这个军事现代化可以说突飞猛进啊。我们有些个海外的这个反革命分子呢，他有时候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其实这是个事实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现代化进程，包括他的海军，包括它的空军，包括它的战略空军，还有火箭部队，是吧？还有网络部队啊，甚至包括太空啊，这些方面它的发展的确是非常惊人的啊。这个世界各国这个研究军事问题的智库，大家几乎全都知道。但是它比美国在总体军事实力上，当然还是要差得很大一截啊。美国11个航母作战编队，那中国现在，是吧？就算刚刚下这个正在海试的这个也不过是2艘，啊，而且是比较落后的，啊，中国的第3艘航母的话，据说是这个弹射系列，啊，8万吨级，应该还不错，接近美国的尼米兹，啊，但是它就算把它也加上，也不过就3艘，那比美国在数量上还差，啊。但是话说回来了，考虑中美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我们不能说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存在。中国今天当然它的目标也是要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存在，但是就习近平个人而言，他的这个当下的或者叫做近期的目标是解决他周边的，特别是刚才我说的台湾的地方，南海问题。那就是说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中美之间是吧进行博弈的主战场主要放在这个南海台海这一块，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已经有拥有的能力啊，包括它的国家力量，包括它的军事力量，啊，在这一块和美国进行某种较量，甚至是吧一决雌雄，不是不可能，这是我们需要分清楚说，啊，这个战略考量它的目标到底在哪儿，它的第一步在哪儿，它的第二步在哪儿，第三步在，当然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如果啊，比如说假设我是美国总统，那这个问题我会把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看得非常非常之重，啊，台湾当然涉及到美国人的这个价值之啊，因为台湾毕竟是个民主政体啊，是一个民主地区啊，当年1954年的是中国美国和台湾之间有中美共同防务条约，是吧？之所以要保卫台湾，也是基于这一点。当然，当时是冷战背景，他要防止共产主义扩张。那现在的话呢，大陆仍然是个集权主义政权，台湾的话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如果从价值层面来讲，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他对台湾的这个义务，就像当年1979年通过的美国台湾关系法一样。啊，最近美国国会之所以有通过台湾旅行法，其实也仍然是体现这样一种价值关怀，体现这种价值程度。川普还是那句话，我对川普一直是批评的，我看不出来他有这方面的这种实践和认知。啊，所以这是谈这个是吧？啊，那再说这个南海，为什么说如果我是美国总统的话，我会把南海问题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南海的话呢，从整个国际水道来讲，啊，它承担着国际贸易的40%以上的运货量，可以说是这个国际水道当中的咽喉地区，啊，它的话是把这个右边的太平洋和左边的印度洋连在一起的这个中间点，啊，那美国过去的话呢，二战以后它长期充当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是吧？包括美国军舰在世界主要海域的航行自由，啊，它就是为了保障航道安全。
冷战年代的话有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成功，现在的话当然它也有一个维护全球经济安全的压力。这美国人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党国是做了很多歪曲的，他会讲话美国你是霸权主义，你的军舰到全世界到处横行，是吧？他故意把这个解释成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武器。这个当然，这个凡是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你都会看到，是吧？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问题是，如果说现在这个中国真的说强大到我要把南海这块要把它彻底的把它拿下来，我之所以说习近平在这个整个战略态势上，他不但没有瞎算，而且他算得很准，他算得很精，是吧？南海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当然，南海的主权争夺问题，这个不是从习近平开始的，当年民国是吧？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就宣称南海是主权。49年以后的共产党政府也继续宣称南海，这个问题的话呢，涉及另外一个层面，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同时对南海的主权有声称，比如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这些国家，本来的话，南海这块地方到底是谁的？这是应该是通过国际法来解决的问题，大家通过这个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大家进行谈判，是吧？比较公平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这个人类现在就是没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看到的话，越南也好，菲律宾也好，很早很早的就开始就抢占这个南海的几个岛礁，中国在这方面本来是晚，80年代才开始，是吧？但是中国最近几年动作可比谁都快，是吧？因为它现在块大了，是吧？国家力量强了，现在我知道的话，我们在这个南沙群岛的三个岛礁，那一个叫永暑礁，一个叫什么这个朱碧礁，还一个是什么礁，是吧？三个礁现在已经大力的进行填海造岛，是吧？分别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基地，上边已经有这个安装了这个地空导弹和这个地对地导弹，有3000米长的飞机堡，这都是在最近习近平上台以来的5年时间之内迅速完成的。所以那个地方就相当从它的这个整个现在扩充的面积来讲，是吧？大概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数字应该是3200英亩。三个岛礁，每一个都大概都相当于几十个到100个足球场那么大，可以这个驻扎这个几千到上万的军队，都已经变成这样这个一个一个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基地。此外，中国在南沙在西沙永兴岛也有军事基地，唯一差的现在哪儿呢？就是黄岩岛。黄岩岛现在没动。黄岩岛之所以没动，是因为当年这个奥巴马那个时候有说法，说你这个黄岩岛的底线，如果你真动的话，是吧？那美国不会修容易了。所以中国最近几年的话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填海方向、填海造岛的方向是在南沙，而不是黄岩。一旦黄岩真的动手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状态，整个中国南海，整个南海就真的成了北京的内核，它就完全不顾这个什么国际法的这些事情。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最近几年来，总的说，美国人是只能看着干的事儿，基本上没有作为。偶尔的你派军舰到那这个象征性的是吧，是走一圈所谓宣示这个航行自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应该说这个习的这样一个这个从整个的战略态势上，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进攻态势？战略上是个进攻态势，我的根据就是。当然咱们还没有谈说这个中国现在在印度洋方向，是吧？在非洲方向，在欧洲方向，在拉丁美洲方向同时在开展工作，刚才你的那位 Branson 那位美国学者嘛，他的那个文章都谈到了，美国人说老实话，意识到这点已经显得太晚了，已经太迟了，人家5年前就开始干，压不巧包已经干得很不错了，南海只是最明显的一点而已，是不是？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好像导播对不对？声音不对啊，有回音了。哦，
是吧？好，有回音，好，我能听见我的声音。我听你没问题。我能听到我的声音。哦。嗯嗯。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啊？要不要再来再连接一次？现在这个效果太差。是吧？嗯。再连接一次吧。OK。嗯嗯。嗯，啊，这样吧，我跟你说，刚才还一块没收到，我说刚才我就现在顺便把它说完了。好，你现在对不起，我们刚才有这个有一点技术故障，现在我们继续啊，张博士叫那个教授你继续，嗯。嗯 ，OK， 刚才咱们说的主题呢，说这个习近平总的一个战略态势，它是个进攻态势。嗯。我特别举了在台海和南海这个方向为例，是吧？说明这是习近平在未来几年之内他主要要攻克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那么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在其他方面做些某些战略收缩是这个完全可能的，而且从这个战略学角度来讲也是合理的。那为什么我说的话呢，这个贸易战问题中国会做出一个战术性的让步啊，会做出一个妥协，是吧？给这个川普一些好处，这都是完全可能的，是吧？由此我也判断，是吧，美国那方面川普也不会说这个问题上非要打出个此处阴谋来才如何如何，是吧？这个贸易战应该是比划比划，差不多了，就会双方会找到一个这个下台阶的一个方式的，是吧？会进行谈判，然后找到某种双方都觉得还可以的东西，是吧？嗯。对中国而言的话呢，现在还有一块刚才我没谈到，就是北朝鲜，是吧？北朝鲜呢，本来也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这刚才我们说了，是吧？但是金三呢，过去几年以来一直不配合，是吧？金三这个。这小子也是，是吧？这个在老大来看的话，一定是不听话的一个小弟弟，是吧？所以过去这个几年之内，这个北京和平壤之间毫无来往，几乎就不来往，是吧？关系搞得非常冷。但是金三的话呢，这个你别看他年轻，他是一个说老实话还是个很高明的战略家，啊，他先把自己真的武装到牙齿了，是吧？啊，这个咬着牙，他也把这核武器真搞出来了，是吧？他把他这个长城的这个运载工具他也搞出来了，啊，虽然未必真的能够打到美国本土，但是打到关岛似乎是有可能的，关岛当然也是美国领土，是吧？算是离这个朝鲜最近的。那么一旦说这个金三有了这方面的能力了，哎，他开始说了，哦，我愿意跟你谈判，我愿意和你美国谈判，我也愿意和你，他首先把橄榄枝伸向了美国，而川普呢恰好是就需要这个东西。川普是要创造一个第一的，你看过去美国总统没有人能够解决朝鲜问题，没有人和朝鲜领导人见过面，哎，你看我开始跟他见面了，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就解释了川普的动机，他一定要和这个金三见面，哪怕这个见面只是象征性。那么一旦说北韩和美国之间搭上钩了，中国自然就走不动，这就是解释了后来的是吧，这个金三三次来华，三次在北京或者和中国见到习近平。习近平的话呢，自然也迅速的跟进啊，他不能表示说哦，我这件事情在朝核问题上我被甩在外面啊，那当然是北京所不能容忍啊。应该说的话呢，北京在应对这个北韩和美国重新接头的这个问题上，总的说做的也还算是到位的，他迅速的抓住是吧和北韩的机会的话，要重新拉近这一点是吧。那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的话，恰好是证明啊，就是在北韩和美国的谈判的背后，实际上中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中国重新要获得在北韩问题上的主动权啊。这是这个变化的话呢，应该说本来是超出北京原来的计划，我的感觉啊，这更多的它也是一种应对性的，但是应对的算得不错啊。我记得原来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批评过习近平，我说他在北韩问题上他过去的做法他是不及格的，他居然整治不了这样一个小兄弟，看着他又杀了张承泽，又杀了金正男，是吧？或者自己国内搞得乌烟瘴气，而且把中国骂得狗血喷头，那显然的话呢，这个是北京的无能力的表现。但是从现在来看，最近几个回合，似乎这个习的话呢，在处理北韩问题上，重新找回这种战略主动权，是吧？重新把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或者至少在这个朝美中几个方向的博弈当中，说让中国、让中共、让北京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在这些方面，总体来说，北京也算是有的。那么 ，OK，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整个这个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和这个西南方向和印度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我跟你拉扯的状态，是吧？不想把这个冲突搞大，特别是在边境问题上面，和日本也一样，中国和日本最近也是在拉扯，是吧？钓鱼岛问题最近不怎么谈，你看官媒也基本不谈。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都说明实际上它的战略的重点非常清楚，其他方面适当的做一些战略收缩，适当的做一些战略平衡，这就是习的一个全盘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状态。我没有说有了这样一个总的这样一个把握以后，那你就会看到啊，习近平现在在对付美国的时候的话，他基本上采取的仍然是有拉有打，保持基本上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平衡，大体上是这样一样子。好，就是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就是当下在一些有官方媒体背景的媒体上出现的一些习近平没有放弃韬光养晦这个呢，那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忽悠，也就是一个战略妥协也可能这么理解，就是为这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妥协，战术妥协，战术方面的某种收缩，而且是仅只限于某些个非次要非主要方面的收缩。那么这个在贸易问题上呢，习近平是不想找美国打因为确实是你刚才说了，中国占了便宜是美国先打，但是呢在台海问题上，甚至于在朝鲜问题上，是习近平要找你打，是吧？这是才是他你说的是进攻态势的一个基点。OK， 朝鲜问题他也不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他不是主动进攻，是金三是主动进攻的一方。金三是这个整个这个棋局当中的一个核心角色。但是我刚才表扬了一下习近平，是说是吧，他在原来处理朝鲜问题本来很不得力的状态下，是吧，他算是抓住了这个北韩和美国接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吧，他把金三迅速的把拉回来。因为金三也清楚，他真的要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话，背后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习非常迅速的把这个东西接了过来，三次见金正恩，这个国际当中的这种事儿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不用太多的去知道细节，一般老百姓当然更关注细节，关注八卦，是吧？这个金三的话到北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到哪儿去了，玩了什么，那你从这个战略分析来讲，那些东西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
各个不同的战略角色是吧，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到底是什么，另外它背后的根据是什么，各自的战略方向在哪，各自的战略目标在哪，是吧，彼此之间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互动，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那在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呢，今天我觉得这个北京嘛，在处理他当下的按照他自己的这个逻辑是吧，在推进他的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方面，总体来说还算是做得不错的，我们就会做一个客观的评价。贸易战问题的话呢，还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是吧，咱们可以往下看，反正现在是500亿对吧，目前已经开打的是340亿，这个一周以后应该还有个160亿，然后看看美国是不是动手，是吧，美国如果动手了，中国一定会反击，是吧，因为我党嘛，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外交上的面子上的东西那是不能失分的，要做的足而又足，底下之间那个小动作咱都不跟你说，说老实话，摆平川普啊，党国有的失败，我往下看。实际上就是从习近平先生对这个一批老外啊 CEO 说要以牙还牙啊，就是在贸易上他目前也不准备妥协。你看这不是把这个李克强弄到欧洲去了吗？是吧？采取这个联欧自美的这种战略啊，这是这个他这边要以牙还牙啊。在南海呢啊，台海问题上呢，最近他跟国防部长有一个讲话，叫一寸土地也不能丢啊，就是老祖宗的啊，土地一寸也不能丢。所以说，他这个确确实实啊，就是他没有这个韬光养晦的这样一种劲儿，确确实实说非常非常不具备韬光养晦的这种气质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现在除了这台海问题啊这个朝鲜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啊，在这个整个外交的要跟中美共治甚至于取代美国这个战略啊，你没提到，那么这个方面呢你有啥看法呀？这个是这样子啊，你刚才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做中美共治，对，一个叫做取代美国，两种观点。这两个东西的话呢，从习的内心来讲是吧，或者说今天这个中共执政集团吧，我倒宁愿把它理解成是战略目标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我相信的话呢，这个习嘛，大概至少在他自己的任期之内，他至少应该希望达到一个中美共治这样一个阶段。什么叫中美共治呢？那就是刚才咱们所分析的，是吧？他把台湾收回了，把南海也变成中国内核了，是吧？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没关系，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共同开发，是吧？但是主权是我的，对不对？美国嘛也认了 ，OK， 是吧？这个地方我也不跟你争了，是吧？换句话说呢，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内，是吧？美国退出，把西太基本让给中国，是吧？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从整个世界格局来讲，大体上就是一个中国，中国你说一向完全取代美国也做不到的，是吧？从战略上来讲的话呢，也未必是不得当的。但是首先他只要把台湾拿回来了，好了，习总的千秋万代这个历史伟人的形象就算树立了因为他超越矛盾了嘛，是吧？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才会更加高涨，是吧？我党的统治根基那当然也会更加牢固这个对习来讲说老实话是吧，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咱们就站在北京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就是中美共治，中国当然也在扩大对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也在扩大在欧洲的影响，也在扩大在非洲和拉美的影响，但是不足以说全面的取代美国，这是应该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说的是不是说最终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引领者，其当然也有这个想法，我不能说没有但是他这辈子未必干得完也可能他的后继他的后任这个方面会继续，如果说这个党国还能够继续向往下走，是吧？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海外这些民主人所希望，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是存在的，是吧？一个是习自己的话呢，在他在位的时间之内，是吧？
中国的所谓中国模式的输出，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国对世界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力的增大，是吧？中国在世界上各种主要场合的这个发言权的增大，啊，特别是中国在一些个国际性的经济机构、国际性的一些个这个，比如说在联合国，是吧？在什么这个 WTO 是吧？甚至在其他的一些个这个在欧盟那个地方的一些个是吧？中国的影响力它都能够扩大的话，是吧？那真的是吧？那就有可能啊，中国逐渐的要把美国挤在一边去。特别是美国假设说川普继续干总统，而且后来又干了一任，啊，川普现在的典型动作就是退群，是吧？不断的在退群，啊，这个 TTP 也不干了，是吧？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WTO 好像他也很不满意，是吧？联合国他也很不满意，弄不好最后他全退出去 ，OK， 正好给打破了，留着框来了，啊，这是从这个未来的可能的发展趋势之一。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这个事情必然会如此，不是的，是吧？因为毕竟中国自身内部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吧？或者说红色帝国有了太多的软肋，啊，它自身内部的问题的话呢，是不是完全能够摆平、完全能够搞定？这里边仍然充满了各种变量，仍然充满了未知，啊！当然，这也为的话呢，争取中国民主转型的这些个力量，是吧？提供了。机会创造空间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嗯，我们假设的话呢，来，这个红色帝国它的内部的这些事情，哎，让人家把习近平还处理的不错，是吧？基本上这个没出大事，是吧？人家就继续这么往前走，往前这么拱着，直到习近平看不动那天为止，下边又上了一个，是吧？习近平第二，咱们假设是这样啊，是吧？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国力确实比现在会更强了，呀，块头会更加足。啊，它的民营 GDP 应该已经超过美国，啊，那么至于说它的这个人民币是吧，那个时候是不是成为一种国际上的主要结算工具，是吧？是不是中文是不是成为一种国际上更加有用的语言，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那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说，是吧？当然，站在我们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上边，第一，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第二，我们还是坚信，是吧？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它这个基本的是非应该还是清楚的，民主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一种力量、一种价值，是吧？最终会战胜这个专制存在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意思，应该说，这个，你刚才谈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对川普的制约，是吧？那么呢，在未来。如果习近平先生取这种外交进攻态势的话，尤其在台海问题上，会不会导致中美这个摊牌啊，这个从而呢让中国国运啊这个从此衰微或者衰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国内制约习近平的力量趁机拿下习近平，最后呢改写这个外交的这个方向啊，让中国重新回到邓小平定的这样韬光养晦的阶段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OK， 那咱们就要想，就是说硬碰硬啊。我们假设的硬碰硬的场合，未来啊5年到10年之内，就是这两个场合，台湾、南海。所谓硬碰硬的，刚才我们说了，习应该有足够的动机要把这两个拿下，就不再说了。但是问题是，美国是不是有足够的动机在这个问题上啊？我就要跟你死磕。我们假设啊，刚才当然咱们说的是，我认为川普大概不会这么死磕，那他的结局就是美国退出协定，刚才我们说过，要中美共治啊。但是我们做另一种假设，就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不退让，我就要跟你死磕。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中美之间那就真的可能爆发一战，因为这事儿的话呢，大概别的方法没法摆平。问题就啊 ，OK 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战争的结局。哎，我最近正在看这个兰德公司啊，他们的兰德智库搞一个关于中美发生战争的一个长篇战略报告，46000字，全部都翻译成中文啊。我现在这个看了一多半了。他的分析的话是这样子啊，因为他是把这个战争的设定为从2015年到2025年期间可能发生战争。啊，这当然跟刚才我说那个时间也差不多，对不对？未来5年到10年嘛，
当然越这个战争越往后发展的话，这个时间越往后推，那中国的这个，因为它国力在继续增加嘛，是吧？它的军事力量也在增长，是吧？那美国的话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差距，是吧？就会缩小，啊，所以战争越往后爆发，对中国越有利，啊，但是这个兰德公司的这个报告认为呢，即便到了2025年，假如双方真的去打一仗的话，啊，总体来讲，那中国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是话说回来，还是我说那个话，全球来讲是这样子，就台海战争或者南海战争如何，不大好说。另外要考虑到的话呢，这个战争是吧？这个它分了四种情况，是短期的低劣的战争，啊，然后这个长期的低劣的战争，啊，短期的高强度的战争和长期的高强度的战争，它分了四种可能。那么这个战略报告的话呢，他分析来分析去，觉得如果双方都觉得我有战胜对方的可能，对吧？都觉得把这个事儿的话呢，保压在一个而且是短期之内能够迅速取胜的基础上的话，这个战争的结果很可能反倒是长期，这是他的分析。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就中国而言，中国打击美国主要是打击美国海面上的舰队，比如说航母。是吧？另外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关岛，啊，而美国对中国的打击的话，主要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这个大陆的导弹的发射情况，还有它的军事指挥情况，啊，因为中国现在和美国啊，之所以有可能啊，这个说我可以跟你打一仗，中国现在主要指靠的不是说中国现在的海军和空军。海空军目前和美国来讲还不是敌手，这很清楚。但是中国现在有一个所谓杀手锏，就是专门用来打美国航母的陆基的战略巡航导弹，那包括东风21D，那大概打2000公里，现在又有一个东风26，可以打4000公里。这个东西的话呢，造价很低，是吧？但是又很精准，啊，它可以这个高密度的这个覆盖式的打击。啊，我一下打出100个去，我就打你一艘航母，它可以穿越这个航母自身的这个防御圈，这是让美国人感到非常头疼的事情。中国之所以在台海问题上、南海问题上现在有这么强的一种好像的自信，是吧？很大程度上就军事力量而言、军事手段而言，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种摧毁美国海面作战力量的利器。但是这些利器的话呢，它的发射。都是在中国大陆上，那当然刚才我说了，现在在这个南沙也开始建立这方面的一些个基地，导弹发射架啊，但是那个东西是很容易被摧毁。中国大陆的话呢，整个沿海东南沿海地区都有这个东风20、东风21还有东风26。如果美国真的要和中国下决心我打一战的话，那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摧毁这个陆地的发射基地。那你想想啊。这等于是在中国本土上要开战了，那个时候结局会怎么样？当然几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吧，啊，北京啊继续强硬，我跟你死磕啊，而且全民动员啊，战火已经烧到我的家门口，已经打得我的是吧？美国的导弹已经打得我的中国大陆，啊，我跟你死磕了，再不行我核导弹我都跟认了。当然我说那个兰德智库那个报告，他的判断是双方都不会使用它，但是他这个判断准不准咱不知道啊，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说北京政权真的说我豁出去了，是吧？这个咱们可以再说啊，可以再观察，是吧？即便假设没有动用核武器啊，那这个时候既然战争已经在中国本土发生，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一种当然就是刚才我说的，把它全民动员，我跟美国死磕到底，啊，那个时候就看战争双方各自的意志力和后勤的动员力和战争的坚持力到底谁更强，这是一种可能。战争也可能打10天，也可能打1个月，也可能打1年，也可能打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出现了，就是中国国内毕竟党国的这个体制它本身有太多的问题，是吧？假如说战争成功了、胜利了，
那还好说。如果战争真的出现了失落，是吧？引起国内的不满，那个时候北京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发生巨大的裂痕。哎，那就是李老师刚才说，到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可能会发生变化。红色帝国出了问题，习近平先生，也这个。你该回家了，回家抱孙子了。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一种失败，一种军事上的失利，啊，它都可能触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发生变化，这个是不假的，啊，我记得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说导致现在中国国内发生变化的，这个无非是几个因素，啊，一个是他自己高层内乱，啊，那么一个是经济上出现大问题，啊，出现全面性的一种这个所谓这个经济垮塌。第三个嘛，就是重大的军事或者外交失败，啊，第四个嘛，才是这个突发的一种重大性的这个公共事件，但是官方又处理不力，啊，引起连锁反响。那么这几个情况之下，都可能导致中国国内政局。但是这几条的话呢，如果在目前相对稳定、相对生平的情况下，发生的几率都不是很高，啊，唯一现在要看的，反倒就是因为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啊，习嘛，刚才我们说过了，他是志在必得。美国的话呢，是不是有充分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坚决不让。如果真的构成这样一种双方对峙的话，那未来的结局会如何？这倒反倒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你在某个意义上高估了北京的军事力量？因为从这一次贸易战前夕啊，就是对中兴芯片的这个制裁这个事件，你看，就是说呢，红色帝国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它没有心啊。就是说这个未来的战争，你又能根据你们介绍的南德报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战争，是不是啊？如果美国在高科技上对中国，现在你看美国对中国开始制约的是非常厉害的。如果这种制约维持下去的话，导致在战争甚至在中美发生更加冲突的时候，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上的全面的一种啊加压，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下去，我很怀疑。它的航空母舰能不能开动，它的飞机能不能上天，它的导弹能不能飞出去啊，我都担心这些问题。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中兴是吧？对啊，中兴的芯片原来不知道它这个红色帝国那么弱啊。的确是吧，在芯片这个领域里边，和中国现在差的和美国相比还差了很多。中国自作嘛，可以生产一个这个中档以下的级别芯片，啊，比较粗糙的，而真正高档芯片都是中国进口，啊，这也是这次中兴是吧，在这个美国的制裁之下，一下就服软了，是吧？甚至习近平据说亲自给川普通电话来请求通融，啊，证明了红色帝国在高科技领域有着非常脆弱的一面，这个不假，我是同意的，啊。那么这个东西对军事现代化有没有影响呢？当然也有影响，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党国自身实际上他自己对他这个短板非常清楚，啊，他这些年来他一直想弥补的，啊，真正以后战争要打起来以后，说老实话，这个他是同时会在几个层面上展开，是吧？海面是一个方面，海下水下是一个方面，是吧？这个网络是一个方面，太空是一个方面，是吧？因为要通过这个摧毁对方的卫星来摧毁它的导航系统，是吧？另外通过电磁干扰，是吧？来破坏对方的这个电磁侦察，啊，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以说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一套东西。现在不是一直在搞它的北斗吗？啊，北斗虽然还比不上美国的 GPS， 是吧？但是好像这些年也有了很长的进步，啊，就是在这个这样一场今后的啊围绕台海、南海的战役中。可能是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当中，是吧？中国军队到底精打不精打，是吧？这咱们当然是要问个问号的。中国几十年没打仗，对不对？美军是一直在打仗，中国没打过仗，是吧？所以真正打起来，是吧？情况会如何，是吧？红色帝国是不是这个真的说就这么不堪一击啊？就像我们海外的一些朋友所设想，啊，这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总的说嘛，从价值层面来讲，刚才我都表示。但是我无非要打的就是说的，那么对当下是吧，红色帝国崛起过程当中，它所去的那些个这个，包括它的军事上的这个战略上的啊这些方面的一些设想和它的一些进步，我们要有充分的了解。
好啊，谢谢张伯树教授啊，今天呢给我们谈中国的习近平的外交战略啊。话题呢来自于就是说啊，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国内媒体或者是有国内媒体背景的海外媒体啊，开始为习近平啊先生是否又刀光养晦的问题发表文章啊，认为习近平没有放弃邓小平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但是呢张伯树先生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习近平没有放弃啊，在的调整和收缩，对，他只是在策略上有调整，对，但是呢在这个啊战略问题核心的战略进攻态势呢，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和南海问题上习近平先生采取啊进攻态势啊，那么呢这个啊这种外交战略呢他啊有战略目标的，就是说我还要补充一句非常重要，嗯啊，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话，刚才咱们谈的都是怎么打，嗯，其实的话呢北京的如意算盘是吧，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个武力解决问题只是最后一招，所以他最近的话呢在这个和平攻势上面其实做了很多动作，杨部局不是刚刚出台了一个会台这个31条措施嘛，是吧，给这个台湾的企业、台湾的学者、台湾的老百姓、台湾的公民到大陆做买卖、大陆上学、大陆就业啊，提供了太多的是吧，相当于大陆国民待遇的这种条件，是吧，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北京单方面提出的，完全没有和这个蔡英文政府做任何商量，所以军事上有，他军事上也有绕岛飞行啊这样的，像绕岛飞行那都是这构成一种威慑嘛，是吧，轰六 K 也在绕岛飞行，然后这个辽宁舰也在绕岛这个航行，那这些东西当然构成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威慑，同时所有的甜头我该给你都给你，这叫做什么呢，叫做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这是这个习的对台政策的两手，现在应该说的这很充分。那么这个进攻态势呢会不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这个硬碰硬啊，这个摊牌啊，张博士教授呢啊他有他的一个分析啊，他觉得就是在美国在某个意义上啊会在这些方面不愿意卷入太多，对，不愿意卷入太多啊，当然他也提到就是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啊，介绍了南德公司的报告啊，就是这种战争的情形，那么这种战争对中国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进一步分析的一个问题，最后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啊跟美国的这种竞争啊，最后如果变成硬碰硬的话呢，那是一种高科技的硬碰硬啊，这个方面呢中国有短项，但是呢中国在试图弥补这些短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要继续关注的问题啊，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中途呢啊有一些技术故障问题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但是我们整个的节目还是比较连贯的啊，大家可以把它看完啊，谢谢这个张伯树教授啊，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也谢谢我们导播的制作，我们下次再会。好，谢谢。您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明镜焦点，我是柳晨。这两天呢，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一个事件，那就是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遗孀被中共准许到德国进行治疗。那现在刘霞呢，已经到达了德国。我们都知道呢，刘霞到达德国这个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它发生在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而且是中国的国家总理李克强刚刚到访过德国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刘晓波和刘霞共同的朋友陈小平博士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您好啊，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事件整个的国际背景。陈小平博士，那您收到这个消息应该也是很高兴吗？这个谈不上高兴啊，在我呢，昨天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实际上我听的啊，在媒体披露这个消息之前，就是我知道了这个消息，知道这个消息呢，这个。我呢在推上，我说我祝福他，嗯，但是呢我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啊，真是他老公啊把他的老婆关成这个样子，最后这么把他放出去
我高兴不起来的。但是呢，刘霞终于走出了一个笼子，我这一点呢为他祝福啊，希望他在德国能够愉快的生活，很快的适应那个地方的生活。那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是刘霞，他在赫尔辛基的机场哈、露出了欢欣的笑容。对啊，是发自内心。我们很久都没有在报道上看到刘霞的这种表情了，一直都是很沉重、很压抑的这种表情。但是你可以去搜一搜他的照片啊，有一个朋友叫王雅，有一次呢拍个刘晓波和他在一起的抱在一起笑的照片。然后就是这一张。中间的跨度几十年，就再也看不到刘霞的笑容，多残酷啊。那么这一张啊，这个在做照片的时候呢，我就说这是他的本色的笑容，这才是刘霞。那个呢，我呢跟刘霞呢啊，在共同关心的话题上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啊，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是搞文学的，搞摄影的，我全是外行。但我们纯粹是私人的朋友啊，因为刘晓波的关系。对，因为刘晓波的关系，对啊，他是一个脑子就是不想很复杂的事情的一个人，就是他生活比较简单啊，想他的世界里头，因此呢，他这种笑是比较自然的、很纯真的那种感觉，你不会觉得跟刘霞交流，你要怎么着是不是啊？就觉得哦好玩，所以我给他取了一个。她老公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她小浪女啊，对啊，然后刘晓波取个名字叫小老顽童啊，然后那个我跟我儿子和我们全家出来美国的时候呢，啊，刘晓波和刘霞给我们送了一个很厚的这个影集那个画册给我儿子，画册啊，然后上面写的就是老顽童小浪女，啊，就是那时候。我们也在高压之下，对，八九年的时候以后啊，但是我们还是有笑的。但是你想，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让一个人在几十年以内他不笑，是不是啊？我们看到的是刘霞哭泣的啊，这个照片很多啊，很多啊，真的为他伤心。所以说，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刘霞走出这一步，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确确实实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代价之一。啊，是她把老公丢掉了，是吧？代价第二是几十年之间挂在脸上的没有笑容。那么代价第三是在长期的这样一种压迫之下呢，刘霞的身体几乎被毁掉了。非常，她身体非常不好。对，所以说刚才你提到她去德国是治病啊，确确实实是治病，但是呢，更主要的是心理的摧残。啊，心里的摧残，所以说我想呢，希望他在那儿，所以我祝福他，我第一个我希望祝福他，他在德国能有好心情，然后呢，慢慢的让自己恢复过来。那官方的说法是，刘霞现在是去德国治疗这个抑郁症，严重的抑郁症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她去了德国之后呢，可能是除了治病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和她的朋友聚会呀。我觉得其实她的心病不是仅仅是一种医疗治疗来能够缓解的，而是需要一个在没有压力的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去慢慢的疏解这种压力。这个呢我们那个期望可能就有点高了。刘霞是出去了，但是呢她是否真的自由，对，您刚才说到的，您对这个消息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是高兴不起来的。那是为什么呢？我为什么高兴不，第一个就是说刘霞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个不仅是我，就是一些老外啊，这个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一个法学院的教授叫郭丹青，他是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著名的专家，他就在推上说，他说刘霞远没有自由，这老外都看清楚了，说他远没有自由。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说到他刘霞的弟弟也还在中国，那么呢，这个他这个弟弟是刘霞的最爱，叫刘辉是吧？叫刘辉，这是刘霞的最爱。我们都知道这个刘晓波、刘霞、刘辉啊，这是三位一体。为什么叫三位一体呢？刘晓波他是打死了不出国的，是吧？可是呢，为了他爱的这个妻子，他最后改变了主意，他愿意出国。就等德国派医生去看刘晓波生命临终的最后一刻，刘晓波在死亡边缘的时候，还得跟人家说：“
把我妻子救出去。他人生最后的愿望，他没有期待，他就是让他妻子要出去。但是呢，李小波死的时候都没看到自己妻子出去，这是代价吧？嗯。刘霞呢，是希望他弟弟跟他走。他弟弟是什么呢？他弟弟是刘霞的最爱，他们关系好得不得了啊，叫他小胖啊，但他叫小胖啊。这姐姐和弟弟关系真是特别好，刘辉他弟弟也特别，刘辉啊特别照顾他姐姐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刘辉他本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因为这个刘晓波的事情呢，他们把刘辉投入了监狱，给他判了重刑。这样呢，刘霞就觉得在欠了他弟弟，欠了他弟弟很多。他现在还在监狱里吗？他是取保。哦，他是取保，对，他是取保。所以说这个刘辉的事情呢，就成了这个刘晓波、刘霞和这个跟北京讨论出国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嗯，但是我们知道没成功，一直到刘霞出来这个事情也没有成功。所以说郭丹青教授就在那个他的推断说，他刘辉还是他们的人质。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在说了，对啊，但是我只是说刘霞没有彻底实现他的心愿啊。刘晓波的心愿就是他妻子的心愿。他妻子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刘霞，就是刘辉能跟他一起出去。那么现在刘霞出去了，是吧？那么刘辉还没有出去，所以刘晓波的心愿实现了一半，刘霞的心愿实现了一半，就是这样。那么刘辉先生还在国内，未来的这个事情怎么办，真的还不知道。嗯，那这个所谓的人质，他是您觉得是起到什么作用的？比如说让刘霞他在国外是不能随便的说话，或者是怎么样呢？是不能待太长时间？您觉得是这个作用吗？对呀、啊，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刘霞的问题啊拖了那么久啊？这么残酷的一个事实啊，大家都看得见，全世界都看得见啊。这个这要从刘晓波突然得肝癌晚期病，到他最后的死亡这个事情有关系。嗯。啊，刘晓波得的是在秦城监狱关押的时候就得了乙肝。嗯。啊，他进监狱的时候当局就知道他得了乙肝。那么对一个乙肝病人的一个正常的诊断是半年一次检查，是吧？他在中共的监狱里是严格检查，如果他们密切的监视他的身体状况，刘晓波绝对不至于说突然肝癌就没救了。嗯。至少不会那么短啊，存活时间不会那么短。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刘晓波这个肝癌晚期，天崩地裂，在节目上我从来做节目没有流过眼泪，但是在那次节目中我真的是抑制不住的。不可能啊，是不是啊？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很多人就说对刘晓波是一个谋杀，当然这人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谋杀，对不对啊？所以刘晓波这个病怎么死的，就成了一个制约刘霞未来命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嗯。哎，他们怕刘霞出去说呀，就这个问题啊。嗯。怕刘霞出去说啊，这是可能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担忧，因为刘霞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嗯。你像王俊涛的那个出来，王俊涛也是被中共以保卫就医的名义放出来的。嗯。他的那个前妻，他可能说了。他跑到美国国会去说，跑到全世界各个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去说，刘霞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女性。嗯，北京对刘霞是能扮演在政治上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北京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你为什么还拉着这个刘霞不让他走啊？啊，搞死人家老公，还欺负人家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么一个纯粹的文青的媳妇儿，你没有道理可讲啊，你没有地方可解释啊，不就是最后。就是刘晓波的死因这个最大的一个疑问了。嗯。所以说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长期的压住这个刘霞不让他出去。嗯。那现在是就于一种什么样的压力才让他出来呢？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北京啊，说实在话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北京大概2004年、2005年左右吧，就再没有玩过这种人质外交。原来我们知道魏京生、王丹、徐文丽、王军涛啊，王有才一个个的像这个鱼群似的游到美国来了，是不是啊？
都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这个最多的是江泽民时期啊，最大的一个票那是魏晋生，因为美国要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然后呢那时候北京手上也没有牌，那就是从监狱犯人，所以江泽民时代干这干的最多，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严了，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就没有了啊。那么刘霞是最新的一例。那么这个事情刘晓波死的时候那么大的国际压力都没给他弄出来，是吧？对啊，全世界在救刘霞，比现在救刘霞的呼声大一万倍啊，没有用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出来啊？哎，这就是大家都想到了这个贸易战。贸易战我昨天在推上发推，我说改变了规则，贸易战改变了游戏规则啊。这个北京不玩这个牌，现在也在玩这个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跟北京打贸易战，北京以牙还牙啊，不愿意示弱，然后呢北京再到国际上去找盟友来对付美国啊。这个盟友是谁呢？是欧盟。欧盟中间谁最厉害呢？德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吧？北京要跟欧盟拉关系对付美国，这是贸易战大背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刘霞选择了德国作为他出国的目的地。嗯，这个东西是吻合起来的，是吧？嗯。第三个因素我觉得啊，李克强的作用。为什么李克强的作用呢？我的这个国内的朋友告诉我，在刘霞出国的这个问题上，李克强的作用至关重要。哎，这也是李克强先生原来都说他是这个靠边了，是吧？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发挥了这么重要的作用，也是借助贸易战这个背景，把他的作用衬托出来了。因为习近平现在是以牙还牙嘛，对不对啊？嗯、那么李克强就得扮演一个软一点的角色啊，让他去干这些事情。是，所以这几个因素就是贸易战的背景，刘霞要去德国，再加上李克强在这个里头发挥了一个作用。所以李克强这些人，你看他干了什么事情，这是他干的最漂亮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刘霞带到了德国。实际上是李克强把刘霞带到了德国啊，当然后面是德国政府默克尔在后面推啊，是这样。嗯、我们上周得到的这个消息是说，默克尔他非常明确的，就是说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我觉得德国是一个立场非常一直是坚定和坚持要在人权上啊、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条件。德国这些年来啊，德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刘晓波的事情、为刘霞的事情发力，嗯啊。这个大家有兴趣的看看那个胡佳最新接受的这个德国之声的采访，他对德国政府怎么样发力的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胡佳呢先生呢跟刘霞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冒着这个剥夺自由的代价，冲破种种重重障碍，去看望过刘霞，在刘霞被软禁的地方看过刘霞。因此他跟刘霞之间有接触，了解很多信息的情况，他详细的讲到了德国政府这么多年来啊如何的这个啊帮助刘霞。那么刘霞最后为什么要选择去德国，他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嗯，那说到这个刘霞他选择去德国，那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在网上也有疑问啊，他为什么选择德国而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呢？德国就是这个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呢，当然呢德国政府的努力关注啊，这个对人权的这个这个方面的这个关注没有断过，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全世界关注这个中国人权的国家不止德国啊，美国也在关注啊，这个而且呢加拿大呀、啊、也对这个啊，甚至台湾都对这个当初刘晓波啊这伸出了这个温暖的手，是吧？那最后为什么去德国呢？我觉得这个里头最大的因素是个人因素的考虑，就是说啊，刘晓波和刘霞有一些很好的共同的一些朋友在德国啊。这个人出去在国外、啊、大家都知道刘霞原来也出过国，对不对啊？人很寂寞，到国外啊这风景无限好，这个只是心情不太好，
是不是啊？他需要一个环境。那么德国呢，有一些小波和他最好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啊，能够谈诗弄道啊，说这个这方面的事情呢，而且这个啊，他们也愿意帮助他，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关键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您假设一下啊，这个刘霞他来到了美国，那情况会有什么不一样呢？美国呢，政府呢啊也愿意接纳他，美国政府也关注人权，但是呢，在川普的治下呢，川普不愿意就是在面上就这个人权问题发力，但是在一些私下的这个场合呢，美国关注很多这个人权的个案啊，尤其是对华基金会。对华援助这个协会，他们披露的一些个案，就是有一些从泰国救人，把中国的受迫害的人救到美国来，那是川普白宫直接在指挥运作的，就是他们在一些个案上他们是舍得用力的，但是他们在面上不会去这个跟中国说，哎，人权怎么样啊，这跟以往政府有点不一样，啊，底下用劲儿啊，所以说我也知道就是。啊，美国政府在救刘霞的问题上是用了这个九牛二虎之力的啊。明天呢，啊，我要请一个嘉宾来谈谈刘霞的事件，其中会提到这一段。但是呢，最终就是说，刘霞愿意去哪儿啊，各国政府都会尊重刘霞的本人的意愿。因此呢，啊，美国也用劲，你愿意来美国，我们欢迎啊。你愿意，德国政府说我们欢迎你来德国，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让请他最后去做一个选择。那您是对这个事件的发展有没有什么预测？比如说像刘霞他未来会继续待在德国很长的时间，或者是说比如说中共观察一段时间觉得他没有什么威胁，那就把他的弟弟也释放出来，有这种可能吗？就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不那么乐观啊。我记得这个啊，余杰先生来美国的时候是卖掉了北京的房子的，那是一个信号，我再也不回去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刘霞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没办法，因为那边还有他最爱的人在那，还有亲人在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不排除刘霞还会回到中国，啊，因为这个他弟弟在那嘛，是不是啊？如果他弟弟跟着他一块去了，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展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从他，我觉得从他的这种性格来说呢，他适合生活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少纷争啊、自由自在的一个环境，让他露出本来笑容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游戏没完，刘霞还会在集中扮演角色，因此呢，未来怎么样，我真的不乐观。所以我只是在这个节目，我想告诉大家，刘霞只有一半自由，啊，他没有完全自由，以后还会有游戏上演，那我们民进呢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刘霞被放到德国然后接受治疗的这个事件。那今天呢我们就先采访陈小平博士到这里，那也感谢陈小平博士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刘晓波以及刘霞的这个交往的经历来谈自己对这个事件的了解，以及中美贸易战以及这个中欧的贸易联盟的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来谈这个事件。明天呢在陈小平先生的节目里呢他还会请到一位嘉宾来进一步谈刘霞这个事件，也请您继续关注。那我们今天的民进焦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谢谢。